有这样一台由中国汽车品牌制造的超跑，最大功率1400马力，零百加速时间仅需 1.9 秒，全球限量99台。没错，它就是咱们的红旗 S9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按照原计划，红旗 S9 会在今年第二季度交付，也就是说我们或许马上就能在大街上见到这款车了。其实红旗 S9 量产版去年已经在上海车展正式发布，而相比概念车，量产版车型的改动还是不小的。而外观上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那条从头到尾的红色中轴线，是不是觉得很有中国特色？为了实现轻量化，全车还采用了超轻碳纤维材质，整体造型看上去可以说丝毫不输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样的顶级超跑。红旗 S9 量产版搭载 4.0 升 V8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，综合最大输出功率1400马力，零百加速 1.9 秒，最高车速400公里每小时，比布加迪 Chiron 的加速能力还要强，但要比拼极速的话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。最后说一下，红旗 S9 售价为1500万人民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红旗开启了梦想基金和脱贫地区扶持基金，也就是说每售出一台红旗 S9 就会捐出50万元。看到这里啥也不说了，为红旗 S9 点赞，为我们的国产红旗民族品牌点赞吧。